曲线，对吧？对，就是会加在这个背面。在这个原型机上面呢，运行一些量子算法，我们发现它的速度啊，可以超过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早期的那些经典的计算机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跟我们国际同行进行比较，比第二名要快24000多倍。这标志着我们就是可以构建出一些量子的机器啊，可以跟我们经典的这个机器进行同台竞赛了。一个 pixel 13微米乘13微米的话，但是它效率没有太多的那个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拍的，那个就那个，把这个搞个挡一下。加州大学的包装灯叫宣布实现的9个。量子计算机如果需要它能够很好的工作的话，我们要把所有的量子比特都耦合起来，然后测量它，我们量子力学上面把它叫做一个纠缠。这个是目前报道的最多的一个纠缠的记录，在超导量子比特这个领域里面是10个。